小心点。今天最后一天的工程了，要把这个屋顶全部给盖好了，封顶大吉。要先把那个封边给固定好，再封这个顶子。这个房子的墙边呢，这里是有那个水的，就打不了那个木钉，能打那个爆炸。看这个爆炸螺丝，这个爆炸螺丝呢，你越拧呢，它就会这里越挤压，它就会卡住在那个洞里面，它就怎么拉都拉不起来。所以我们这里打这个爆炸螺丝，这里可以那个拉力的。
最后一个封顶了。收工收工收工大吉。喂哪你快过来。你准备喷了吗？快喷你了。来一打。